你要不要再试一次？我谁管你是不是啊？下一组，下一组，狠的来了，糟了，对，我也要来，切记一点。虽然你之前都很强，但我跟你讲，你今天遇到瓶颈，而且那个瓶颈就是我。你这一口乱咬，还跟我呛虾，这很狠。然后呢？对啊，对啊，落掉，落掉，落掉。好，来直接了，瓶颈和乱咬。预备，预备，预备 ，Go！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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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所谓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乔两位姐妹套可是煞红了眼啊，不愧是同样是习武之人，身段果然是相当柔软。哎，激战到最后，我只能说两位都是用意志力在搏斗，可惜芋头还是技高一筹，硬是用他的玉腿把咱们的红石扯下来。不过野兽最后这个英雄救美，红石我看你输得也甘心吧。队长，你会觉得太夸张了一点吗？太扯了。你刚刚这个角度，你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对啊。哎，不过刚刚他们整个在上面躺平。哎，不过刚刚志杰救你。谢谢。哎，浪漫的音乐，浪漫的音乐。不用了。刚刚他整个这样，要不是他，你整个会摔下来。我们谢谢他。哎呀，玩得很激烈，哇塞，玩到发片都掉了。好了，你要谢，当面谢谢你队长一下。很谢谢你救了我一命，对，我想我之后的人生应该过得更好。好，下一组。